身除了脸跟躯干的一些地方以外的四肢全部都是烧烫伤。其实那六成烧烫伤全部都是开放性伤口，所以就是血肉模糊，只要有一点点的感染源，然后有人进来，就有点类似现在的疫情一样，如果有一点病菌，然后导致交叉感染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败血病。那个意志力会非常影响病情的恢复，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明明就是可以活，你明明就可以去拼一个恢复，但是你却一点都不想要。飙车来我的医院，我记得第一眼看到画面的时候，他就是也是眼眶泛红，然后眉心就是整个皱起来，可是有点看又不敢看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他后来协助我换药啊，然后陪伴我的每一个手术，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他辛苦的为我这在我这个受伤的这个结果之后付出了这么多这么久。这么 care 的，这么在乎的一个女儿，居然因为这件事情伤弄得遍体鳞伤，本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生。对，所以就非常非常感谢爸爸，然后希望我可以一直吵闹，然后一直开心，一直在乎彼此下去，然后就他真的是我的英雄。